乐天女孩啦啦队今年失去两大光环，最强外援李都慧与王牌队员林湘。然而危机就是转机，球团这次一改策略，找来日本东北乐天金鹫的啦啦队女生。这位女孩名叫高桥佳帆，靠着甜美笑容虏获不少人气，武艺也十分精湛。而他目前人已在台湾，也特地录影片向台湾球迷们打招呼，却被中文给难倒啦。大家好，我叫高桥佳帆，我在日本做过东北乐天精英棒球队的啦啦队队员。大家好，我是高桥佳帆，哈吼！我在日本做过东北